对 ，Vicky 你也拍过。对，可是我是一对一的，可是在户外。一对一好神秘哦。嗯，可是是在户外啊。是，就他一个人，他一个人付了所有的费用吗？对，然后可是我还有带我的朋友一起去陪你，是不是？对，那他就可以猛跟你聊天呢。嗯，他有一直跟我聊天，他会一对一约你，就代表他一定就是爱你啊。对啊，是吗？他就是专攻你要拍你啊。可是他有点奇怪，他拍是那种他会叫你自己逛街、自己走路，他在旁边偷拍你。哇，然后他就说去便利商店买饮料，然后你假装我不在之类的，然后你就去买饮料付钱，他在旁边一直。然后店员就说：“不好意思，我们这不能拍照。”请你描述一下他是哪一型的人？他也是业余的摄影师，就是他平常是算工程师吧，白天正直吗？他的脸，他脸还蛮正常的。所以他拍三小时后，他可以跟你说 ：“Vicky， 我要你的电话。”他有我电话，就是他就可以交往吗？没有，他拍完之后他也没有再跟我联络。所以他可不可以说 Vicky 往前跑，转过来吻我，吻我？是透过镜头吗？还是？对，我接过比较特别的就是这个这样。我要再送两个人去哦。要。小兰跟 Vicky 好不好？麻烦你们俩。好。第一位卸妆完毕的是可比。好，汉典麻烦你请他进来。我们欢迎可比。退了很多哎，你变成很单薄的感觉，让 S 看一下，有差耶，是不是主要是刘海不见的问题吗？就是皮肤其实什么都还不错，可是刚刚那个 Vivi 女孩的味道真的没了耶。就是现在不再是时尚的人了吗？就是邻居，会出来道路也不是邻家女孩，就是邻居哦。OK， 所以你现在有很后悔吗？不会，因为本来就长这样。OK， 好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好了，一二三。卸妆后的可比肤质还是很好，虽然看起来少一点杀伤力，不过却多了亲近感，可以说是天生丽质的网拍者妹。是不是邻居？还是我跟你讲，还是蛮漂亮的。对啊，就是看画面上还是蛮漂亮的，蛮漂亮，而且认得出是本人。有没有？可是就是还是杀伤度有差、啊。那是啦，是不是？因为如果卸妆后还长成刚刚那个样子，所以阿毛以后有不想要再关注他的资料的那个照片吗？还是会看一下，但是还是会回想到哎。就是上节目的时候哦，看到真面目这样。你是不是突然在一秒钟长大了？就发现人生就感觉这样讲好像有点狠。对，是哈，幻灭了吗？你会不会希望他以后都还是尽量带妆？还是会啊。所以你从来没有在网上 po 过你的素颜照？有，我是 po 最多的。所以这个样子其实大家应该算熟悉。对，所以算女生都熟悉。已经素颜了，要怎么摆出可爱的表情？素颜不能再摆可爱表情。就是素颜，你还是可以像刚刚那样那么活灵活现吗？快扣分很多，五个就好。活动你来，五个吗？你摆在他旁边，这样就可以对比。哎呀。标准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我必须说，我不喜欢你。就他很像是，就是生活中他忽然发疯了。邻居干嘛一直这样？他看起来状况都还好哎。我觉得年纪变大哎。一定会了，那当然呢。可是他的肤质什么其实都很好哎，但他的唇色很深哎。嗯，啊，这个也要管吗？其实有影响。唇色，对，因为唇色深，他肤色也没有亮，没有白。可是你的肤色也很深哎。干嘛攻击他？所以你现在最不安的是，我们可以帮你修补哪个部分？我吗？其实我比较在意是眼线。就是有没有神？好，那 Kevin 老师帮你加眼线，好，来去。果冻，你应该知道，照卸妆系列的规矩，就越后面的，就是因为我们觉得越精彩吗？所以小兔还在这里。我本来想说，我应该你绝对是压轴的啊，今天。我想说，我卸妆应该不会差很多。你看完，你刚才看完他之后，你觉得你会比他好吗？
我觉得他没什么差别啊，所以你就惨啦。我觉得其实大家都没，但是我觉得果子有一点点差。你有跟他，你先遇到果子啦？对，不是，因为我跟他是好朋友，所以你每次跟他没化妆，你心里都会想说，差好多。可是他只差在一个地方，哪里？眼球。其他都还好，他就是靠那个瞳孔变大跟变色。你看，我都会说，我觉得你好像哭泣了，眼神。你真的是果子的朋友吗？我们很好啊，而且他一直假装可爱，讲这些恶毒的话。哭泣了呀，他好，可是又很可爱，哭泣了很可爱。好，我要把果冻跟小兔都送走 ，OK， 好，好，两个人去卸妆，待会儿见，拜拜。我们必须把小兔送走，因为果子要，不然小兔会太高兴的笑出来。好，陈小姐麻烦你。哦，这个比刚才那个睡衣辣。对。这说是 BB。可比，你看看这个睡衣。这还是有 BB 女孩的味道啊。可比，你看这个睡衣。它不是我的痛调。好，那我先帮你拿一下，先让小 S 看一下哦。好。你们这是什么气氛？我不懂哎。果子跟我对望一眼，然后果子发出啜泣的声音，是什么意思？不是因为果子你真的不是明星，所以你也不用为了要增加曝光度或者是说知名度而卸妆。就说你是 OK 的吗？所以影响网拍的 case 的。我没工作的时候都是。素颜，其实他皮肤状态很好，可是确实你每次开始讲人话，就我就知道情况很严重啊。我觉得阿毛不会开心。阿毛还经得起第二次打击吗？再看一下啊。果子，你准备好了没？好了。要不会哭吧，亲爱的？看看。看看啊。所以你现在是后悔了吗？有一点，有一点。好，我们男孩如果很糟糕，我马上帮你补上。额头皮肤很好，额头皮肤很亮。呀，我要拿了，一二三。卸妆后的网拍正妹小 S 把她当空气。我以为要出来，我跟你讲，你今天上错节目。